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有警车，我们就跟他玩一玩，好吧？怎么样？我这台野马就跟你这警车搞一搞，看看谁厉害，撞谁牛，到底是？直接跟他。哇，火花四溅！他好像有那个什么，生命值挺高的感觉。两台车抓你，对你，就我想怼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前面应该还会有车等着你的，赶紧在玩他们。对啊，玩弄于股掌之间吧。你这个妹子有点野啊。我怎么，主角是虽然是个妹子，但我又不是妹子的操作，我就是要怼他们。追死你哦，不错哇、哦！撞警车还有这种热度的，对，警车要追你了，撞！这台是不是给我撞坏了已经？啊、哦，不要撞它了。哦，好，撞那几台动的，怎么搞？在屁股后面。我去！离开！我想怼他们呢。哇，舒服啊！哦，你得先这样一直弄警车，才会有新的赛事，是吧？这怎么变成了碰碰车？对啊，我不是逃离警车，我是你妹的搞警车。到底是谁追谁？五名了，现在。来来来，你能玩得过不？来来来，玩得过，都来追我吧！哎，我这个后备箱都翘起来了，有点抖了，在那儿。是的。追得到我吗？这帮？哎。我靠！掉河里了。啊，掉河里了，我都。你差点要被逮捕了。没事，逮得了我，就凭他们，垃圾。撞了这么多下，速度快不？很快，270，280，290，300。我差点飞过去哎。啊。哎。啊？你没逃开？他其实是让我去一个那个什么地方，安全屋什么的，但是我为了玩一玩，戏耍一下他们，没有选择最安全的方式，啊，其实可以直接走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一个，行，不跟他们闹了，我直接走吧。哇，叫风驰电掣。嗯，哇，这真的是哇！这在哪呀？到了，看，想逃脱他们其实太简单了，我想说非常简单，没有难度，对不对？嗯，主要想跟他们耍一耍，闹一闹。